我就嗱，全個行業咧，大家都好惆悵緊噶，全個行業嚇、啊，有啲就直頭真係可能係唔做嘅，關咗門或者甚至乎轉行都見不少嚇、啊，新建立嘅就唔多，係有啲甚至乎可能佢自己做嘗試，譬如理人咁樣，佢發行嘅，即係理人發行嘅，佢可能依家執咗之後咧，佢可能就要做網購啊，咁再搞另外一個系統嘅嘢。咁出版嘅有好多，依家我哋眼見真係有啲你見到仲有書賣，即係出緊嗰啲，其實都幾好笑嘅。嗰啲唔係自己錢嚟嘅，可能向政府申請攞到一啲出版資助或者出版嘅基金。佢呢啲係舊年定咗落嚟，呢一兩年之內要出嘅書。所以你間中零零星星，我哋會見到一啲新書出，都可能係呢啲向政府申請咗錢嘅書係繼續做緊。呢啲係好少，有啲係雜誌，即係譬如字花已經係啦，呢啲係雜誌嚇，咁都會零零星星有啲咁嘅書做緊。好多都搞唔掂。咁我嗰間出版社，我間出版社就係暫時依家。因為我哋嗰個資源唔係，因為我哋個銷即係用錢唔係太多嚇，咁、啊、我哋都仍然可以維持住，或者係即係出少啲咯，因為出本是一本嚇，盡量出少啲，揀啲嚟出啦，或者揀啲嚟做啦。第二個態度就係、是、有啲我覺得應該要做嘅，就一定要做嚇、啊。我哋唔係為咗一定要賺錢嘅話先做。但有啲當仁不讓嘅嘢，我哋覺得要做，即係譬如好似舊年阿夫子偉出一本咧同六四有關嘅書，咁就啱啱去撞正佢，即係唯一一個見證到六四即係重大事件，佢有份喺裏面，佢見好多嘢嘅，佢真係好想出，我哋都撐啊，都要做落去啦嚇，呢、這個有少少嘅態度。咁如果再打落去，再係咁樣嘅時候，我哋先再諗啦，即係或者。其實真係冇得點諗啊！見冇行步，再係咁樣做落去，仲有啲三年中馬商務呢啲中資嘅又唔見到六四兩隻字就唔入書嘅。我哋本來就靠可能起大眾都會賣下嘅，一年大眾冇賣，呢啲門就有少嘅。咁可能係剩翻啲二樓書店可能幫到我哋咯。啲二樓書店咁我哋減低個製作成本，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公司嗰、那個。消費都唔多，因為我哋而家得翻兩個夥計嚇，即係全部都外判嘅啦。印刷又外判，就唔算乎美術設計又外判嚇。咁、各方面我哋都全部都係出邊 freelance 做，咁變相我哋都仲可以守得住嘅。但你話守到幾時，我都唔敢擔保。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都會繼續堅持住啦，但係咧預測咧嚟緊其他嗰啲書商咧會減少幾多咧？佢有幾多間會接咧？我差唔多幾多成咧？嗱，呢個答唔到，但咧我哋有個資料統計，資料統計我哋嘅銷量，即係基本上大部分嘅人都會跌咗五成啊，所有嘅銷量都跌咗五成，咁。你平時賺都賺唔到兩成啦，係咪？即係你做一行生意，如果你有20% 利潤，你好犀利啦。但如果你一跌咗五成，即係話依家個個都蝕緊做嘅，生存緊嗰啲都係蝕緊做。咁但問題，你個底有幾厚？你可以蝕得到幾時？或者仲繼唔繼續落去蝕咧？嗱，呢個就係經濟上嗰種考慮啫。但第二個考慮咧，就係有啲人咧，你想開間書店。或者開間出版社，可能係理想，佢想做嗰啲嘢。佢理想佢可以頂到幾時咧？第三就係嗰、那個依家你見香港嗰個法治精神或者係法治制度咧，已經崩潰緊，崩壞得好緊要。然後又準備，就算冇準備立23條，就算冇23條立，佢依家仲惡過23條。佢依家中意點樣拉人就拉人，點樣告咧？揾翻。就快攞翻啲大清律例嚟告你㗎，就快，即係去到咁嘅階段，去到咁樣，你仲要係咪做一個危險嘅行業咧？或者你仲要冒咩險去做咧？
係咪以後你唔做一啲你想正話你講講到好似好講到我哋出版好似好偉大，又咩頂起言論自由啊、出版自由？查實咁係咪我哋唔係個個都會出一啲鬧你共產黨嘅書噶嘛？咁我第時講煮餸。講煮餸嘅書都可能你都隨時俾你拉得嘅時候，你點算咧？我講旅行，如果我一個唔覺要，我中意我淨係間公司淨係講去台灣嘅書得唔得？得唔得？你係咪一定話我去台灣嘅書我就唔啱？甚至乎你依家同依家中國同日本關係好，咁我哋又大批有人大批咁啊去講日本文化就冇問題。一個唔覺要你哋反面，你話又話日本係。侵略你中國的時候，咁依家咧所有日本出日本書嘅都係漢奸，咁又點算咧？即係冇即係都冇得預計，佢冇得呢啲咁嘅邏輯冇邏輯嘅人點咧？嚇！你唔好以為你淨係唔出同一啲依家嗰個社會關係有關係嘅書，你就安全。依家我哋面對一個係冇邏輯嘅一班思維嘅人，呢班冇邏輯思維嘅人咧，呢班人咧所做嘅行為，我哋係不理解嘅。即係呢個開埠以來，呢八六年裏面都不能理解嘅。好啦，咁嘅時候變咗一個危險嘅，即係我哋真係㗎，我哋覺得呢一行咧仲危險過消防員啊，係啊，消防員你見到火你先埋去啫。依家我哋咧前面冇火你都會著嘅喎。即係嗰個情況又去到咁樣啦，係咪？即係係點樣做咧？大家都要。都唔知點做啊！遇到一個咁弱能嘅特首，咁弱能嘅一班官僚嚇，大家唔知咧呢一班人咧將會有啲乜嘢動作，我哋都估計唔到嘅。但我有個態度，越是艱辛越向前，我哋係唔理會佢。我會覺得應該要做嘅嘢，我哋就要做。我哋覺得。我哋依家跟緊呢個法例嘅，依家香港法例嘅法例，我哋就去做。如果佢話我哋違規，佢話你話咯，我冇問題，我冇所謂嚇。但我哋一定唔違法，我哋一定唔會亂嚟，唔會話三安白做。我哋會企硬，我哋會做翻我哋自己覺得應該要做嘅工作。片開片喎。咁啊，加埋跟住嗰個月差唔多未完，呢一邊疫情開始，佢即係兩者有咩關係咧？嗱，如果冇嗰個反送中，冇嗰個咁嘅香港人有種抗爭嗰種咁嘅意念咧，我哋今次嘅疫情咧，我哋會傷得更嚴重嘅，因為嗰個反送中嗰次之後咧，香港人有種團結性咧好強嘅。呢、这個密密地咧，唔覺咧，我哋香港喺嗰、那個甚至乎喺嗰、那個社交網嗰度咧，大家有一個好大嘅聯繫嘅。咁只要大家喺嗰個社交網嗰度一發起一啲嘢咧，大家都會好，即係都會有行動嘅。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大家睇到呢個香港政府嗰種咪無知無能。在個反送中裏面看到他係全部就係跟曬呢個中共嗰個咁嘅決定去做，咁然後咧就呢樣嘢好重要。所有佢哋依家香港政府所做嘅嘢，係大家係對佢冇信心嘅。佢點會有信心啫？你淨係整個手帶，你淨係掛手帶，你淨係叫啲人在機場戴手帶都亂七八糟，那個手帶那個曲是開不到的，甚至乎一片混亂的，甚至乎有人在網上你看到單手都除了手帶放在那裡都可以的，就是這個政府一片大混亂，你看到這班奴才這班這樣的人那種能力很低的，是整班都很低的，甚至乎你的決定都很奇怪的。你在外國回來你又要戴手帶又要隔離又要不知兩種隔離，一種就家居隔離，一種就要入了個隔離 camp 那裡隔離，為什麼在最嚴重的那個武漢回來的人是全部什麼都不用的呢？是很奇怪的，是不是？
點解武漢翻嚟嗰啲手打又唔使家居又唔使檢疫又唔使乜都唔使嘅咧？嗱，呢啲你好奇怪嘅，點解你係一個咁嘅政府做啲咁嘅決定咧？你嗰林鄭你真係講啲嘢好奇怪嘅，咁啊走去巴度飲，巴又唔準賣啤酒咁，咁好奇怪嘅喎。咁即係全部嘅嘢，不如你令到香港人睇穿咗呢班人嘅無知無能嘅。第二就係香港人咧就會好團結嘅，大家咧就寧願互相一有消息喺嗰個公共媒體嗰度，大家咧互相咧互相通報咧，就大家會做嘅。即係譬如每一日都有啲醫生出嚟話俾聽你點樣，即係你點樣保護自己啊，你點樣戴口罩啊，點樣洗手啊，諸如此類，大家反而會信啲專家。即是等於那個運動的時候，大家會相信一些法律學者，即是那個法律學者告訴你那個送中條例呢是會怎樣惡毒，或者送中條例會怎樣影響我們的所有，你不是甚至乎是只是香港人都有問題，你可能是外國來的人都有問題，諸如此類，人家在法律上很清楚的。所以呢就是反映出你今次那個反送中運動和今次這個疫情呢，大家看到這個政府的幾無能，以及這個政府怎樣偏頗地只是聽中共 的決定去執行中共的事，而是不是為香港人的利益而出發，不是為香港人的本身，即你香港政府不為香港人的時候，那香港市民怎樣對你呢？是不是大家這個反應都 很清晰的。你仲要你除了反送中之外，你依家去到呢個疫情，你仍然都仲係用緊嗰套思維。呢個第二、第三就係、是、又係睇到中國政府，佢不論反送中，佢不論呢個疫情，佢都仲係最終嘅話事，佢都仲係管住曬你，同埋甚至乎每一次都將任何的事都拉咗落政治度。呢次疫情是講緊係人命啊嘛，係講緊個衞生啊嘛，係講緊一個世界的問題啊嘛。當然又唔係經濟嘅問題啊嘛，你影響好多經濟，佢唔理，佢所有任何的事，無論你發生乜嘢，有個婆過馬路，佢都覺得係個政治問題。佢全部所有嘢都係將佢政治化去處理。咁你香港咪冇人行咯？你香港咪越嚟越冧咯？你香港越嚟越冧，你香港幾慘啊？本來係全球嗰個經濟體系第最自由嘅國家第一，我哋係幾廿年嘅廿幾三十年，就係、是、正正你林鄭一個人，你林鄭咁弱能，你令到就喺呢期間裏面冇咗呢個地位，消失咗，輸咗俾人新加坡，係咪？你但都仲仍然係堅持唔換佢。堅持俾佢繼續亂嚟，堅持俾佢出嚟講廢話，堅持你佢仲係聽中共嘅話，同埋欺下瞞上，同阿梁振英一樣喺度欺下瞞上，咁咪咯，搞到依家香港社會咁樣，就係依家反映到大家香港人點樣睇你呢個香港政府。第二，透過今次呢兩件事件，香港人點樣唔再中意你中央，唔再愛你中國，其實就喺呢度咁嘔出嚟嘅，係啊，點算咧？你中國仲點樣去管治一笪地方？一個好地地本來好好嘅，百幾年嚟我哋係最好嘅，即百幾年嚟唔計呢幾個月嚇，唔計你呢一年，百幾年嚟最好嘅一個全球最有名一個紀律部隊，所有聲譽、所有嘢冇曬，幾個月冇曬，係咪建立咗百幾年嘅嘢？由嗰陣時啲印度、啲山東啊、山東警察嚟慢慢貪污，慢慢改變過嚟，依家成為全球最有名嘅、最好嘅一個紀律部隊。全部所衰嘢咧已經出曬嚟啦，正正就因為你哋中共，你哋指揮之下，聽曬你哋指揮，會搞成咁樣，自己應該去反思一下，就咁。好啦，依家唔係淨係我哋唔中意
香港，不喜歡你香港警察，我是鄙視你香港警察，甚至乎不喜歡或者鄙視你中國整個國家，這個才是最失敗的地方。那攬炒呢？最後攬炒的最慘就是我們最慘就是，如果真的有攬炒的最慘就是平民的嘛，那你一個國家，你一個國家沒有平民，你是不是一個國家呢？你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你是為什麼做一個領導呢？你是為平民做的嘛，不是為了你每日吃得好的嘛。你是做得一個領導人，你是要為了一個大眾的平民的嘛。如果真的去到攬炒，我們平民很慘，這個已經不只是香港平民了，這個全球所有是人類的。共產黨禍害咯，佢個病毒擺曬去世界各地啦，佢而家關曬門，佢話人哋有喎，而係佢哋清零喎。呢個有公論嘅，呢個大家有公論。你譬如話，你依家你武漢肺炎，你唔準人用武漢呢隻字，咁咪啊？中共咯。唔係，咁咪人哋咪講你中國咯。咁你依家咪啊？特朗普咪就係話你係 Chinese virus 咯。CCP virus 喎，係咯，依個就係咯，依個有啲甚至乎有人話咧，中共 virus 咯，係啊。問題你慢慢你咪越嚟，依個唔係淨係嗰個名詞嗰個定位嘅問題，而係全世界對你個觀感嘅問題。你一次過今次咁嘅疫情，令到全世界對你成個國家嘅感官啊！所以很慘，你中國人咪喺外國係俾人哋唔係只係歧視咯，俾人哋襲擊都有咯，俾人襲擊，你華人都俾人襲擊咯，甚至乎你係亞洲人都俾人襲擊咯。呢個係你接納以前排華都係當地某啲華人嘅事咧，大部分都係係咪？即係當然有埋你個民族性啦嚇，有埋你個民族嘅問題啦。但基本上都是 很少地方一個的地方，即是印尼排華就是印尼而已，但都沒有的嘛，是吧？但因為現在全球的人都不喜歡我們中國人，你說我們中國人情何以堪呢？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為什麼不反思呢？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啊？《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它是毀滅全人類的嘛，它的目的是這樣的。現在你看到了，真的看到了，病毒都去世界各地，有人死了，全球都在爆，都是爆的。你全球爆都不要緊，你還要賴人呢？這個才是很大問題，大家都看到，你是有你的 strategy， 即是你有你的策略，你為什麼這樣做？你當然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策略，一個國家有自己的國策，或者他的想法。但問題嗰樣嘢唔好，嗰樣嘢即係有功能嘅啲嘢，你唔好透過今次一個咁嘅疫情，就借啲耳就走去做一啲咧違反人類道德嘅嘢啊嘛！這個先係咧唔應該噶嘛，你反而真係做到一個大國嘅風化，做到一個即係一個令到人哋甘願臣服嘅一個工作，咁先一個大將嚟噶嘛，唔係用小鬼計。你走去，你唔俾人哋講呢個名字有咩意思咧？係咪？你唔俾人哋話武漢有咩意思咧？同埋依家冇人信你裏面嘅疫情嗰個數字或者嗰個情況，咁已經好失敗啦，係咪？同埋係處理，係整件事嘅處理，都係令到大家都全球啊，都係受影響噶啦。當全球都深受其害嘅陣時咧，大家都引稱中共嘅本性啦，係真係滿面慈啊你喎。啊，以前冇，以前唔認知噶嘛。係啊，咁呢個時候會唔會佢真係佢到咗佢最後滅亡嗰個時候？阿劉，會唔會咧？大家都拋棄佢，都唔中意佢嗰陣時，佢真係佢落台啦，呢個世界冇台，冇人 buy 佢，冇人中意同佢即係合作。其實就不是會一兩件事或者一兩年之間的事來的，你這麼多年大家就坐他都很久了，那怎麼辦？他仍然都還在這裡。其實我們的攬炒其實最傷就是我們香港，因為香港最接近他的，香港有很多都是跟他息息相關，甚至乎有些依賴他的，
你淨係好簡單，淨係水源都依賴佢啦，就係咁簡單啫，係咪？或者甚至乎，我哋有好多人其實咧都係喺大陸有好多工作又好咩都好啦嚇，即係都同係佢係切唔開噶。咁所以如果真問佢攬炒，你正話問嘅問題，如果真係攬炒，我哋最近嘅我哋走唔到嘅，香港人係走唔到嘅，冇得走嘅呢班人，即係除非你移咗民嗰啲咧，因為走唔到嘅，走唔到嘅人咧，你會面對你本來一個高質嘅生活，你本來一個高質嘅整體嘅嘢，即係包括你嘅教育水平、你嘅知識或者你人生觀或者你道德水平或者你生活習慣，你本來都係高級噶嘛，你咪你高過佢哋噶嘛，嚇本來都係好嘅。你會唔會一下子，你會學到佢哋會踎喺個街邊，會走去吐痰？你接受吐痰，你接近講嘢好大聲，你接近會喧嘩鬼叫，係咪？即係咁，你就係咁咯。即係本來一個用咗百幾年去建立嘅一個好好嘅地方，你中共，你中國大陸嘅政府，你唔學習。透過呢個咁嘅機會去向我哋學一啲咧，真係人類向好嘅，唔係國際啊，係人類本來向好嘅一啲嘢。倒行逆施，你全部將啲嘢翻轉頭落後化，係只不過著件衫啲料好咗啫，啲設計都核突嚇，係啲料好咗啲啫。你咪係咪去到咁樣咧？即係咁樣係點係為之一個好嘅世界咧？仲有嘅人嘅道德，你人嘅品格，全部都差嘅嚇，去到邊度都行爭嘅，咁去到邊度都不受歡迎嘅，咁係咪一個好嘅管治咧？係咪一個好嘅社會咧？嚇！咁所以我哋其實香港人，所以好多後生仔出嚟抗爭。佢唔係想打爛嗰啲嘢佢嘅，佢唔係想嗰條街冇曬嗰啲交通燈嘅，佢係想呢個香，佢係想係好，即係有部分人嘅想打爛啲嘢啦，但人哋真係想佢好，人哋先係有啲咁嘅行動嘅，咁大家要明白先得㗎，唔好拗話人哋即係嗰陣時咪試過佔中佔旺嘅。咁有啲人話阻住佢買餸，咁啊嘈冤巴閉，或者甚至乎有啲白衣暴徒就打人嚇。咁諸如此類，你點解依家仲未拉嘅咧？點解呢班人可以逍遙法外嘅咧？嚇，點解人哋喺個網度話你一句，你又半夜三更拉人咧？同埋嚇，同埋點解有咁多疑案？依家有咁多無可疑嘅疑案嘅咧？點解唔會處理佢咧？嗱，呢啲嘢你咪會積積累累落嚟。我哋香港人係冇得走，所以人哋明白冇得走。人哋唔希望你中國繼續衰，人哋希望好，人哋先去爭取啲嘢咯。或者甚至乎透過香港呢個咁好嘅社會，去俾你一啲例子，你點樣去改良你個國家嘛？最簡單就係一個民主精神或者民主嘅制度，或者一個唔係要你聽日選一個新嘅皇帝出嚟啊嘛，你起碼有個 timetable， 即係有個時間表，慢慢慢慢會改好，大家會願意俾時間你噶嘛，而唔係你一下子你去好強蠻咁，你要人哋做呢樣做嗰樣，因為人哋有智商有知識嘅，人哋唔會聽你啲蠢人講，唔會聽你啲草包子你話咁就咁，你咪草包子話事，人哋就會跟你去死噶嘛。人哋唔跟你死，證明人哋先有智慧啊嘛。你成班草包子，一個草包子成班人咧就走去跟足一個草包子嘅決定去做，咁死得啦呢個世界。死緊。我啊好有信心嘅，我一直好樂觀嘅。我會好相信上帝之手，我好相信呢個世界仲有公理，我好相信呢個世界仲會有好嘅。如果唔好嘅，我哋已經人類滅亡咗啦。因為正正人類冇滅亡嘅，即係證明係嗰啲多行不義嗰啲人先會自閉嘅啫嘛。放心。